其实我很想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航空公司，因为我发现大家每次听到酷鸟航都会觉得说啊，是那个酷航嘛 ，base 在新加坡的，但是其实不是，我们不是酷航，我们也不是鸟航，我们是酷鸟航。但是我们跟这两家公司都有关系。Nok Air 是泰国的鸟航，然后 Scoot 是新加坡的酷航，酷航的母公司是新加坡航空，所以我们的酷鸟航其实就把 Nok 跟 Scoot 加在一起，叫做 Nok Scoot， 然后也中文也叫做酷鸟航。其实我们是一个 joint venture， 就是酷航跟鸟航，泰国跟新加坡一起合资的。base 在泰国朗曼机场的一个航空公司这样子。那我们的最大的妈妈是新加坡航空，所以我们的头头